他这个道菜非常的费工，对啊，看得出来。他把那个猪脚全部扒下来，然后切成小块小块，啊，对，然后把那个卤汁，然后这样子冻起来。对对对，就是弄一个容器，方方的容器，然后把它冻冰箱这样。然后对，然后早上再起来再把它切切切这样子。